后来将这个日宽市的基金，敢那气象局列配合的直播，都吸引到40万人次同时来观看。啊，今年下半年，台湾的天空也是热烈滚滚，也是有不少美丽天文奇景哦。其中这个流星雨，上受人期待。错过一款新，再过等要200年，才有得在台湾阁看到，也阁不要紧。后半年台湾的天顶同款真精彩。8月12号有一个英仙座流星雨的极大期，12月大概14号左右还有一个双子座流星雨。七月开始，民众会使先用吊镜观测较远的木星甲土星。8月中旬有英仙座流星雨，10月中适合观测彗星，11月底有半影彗星。12月中有双子星流星雨，这是本年度上值得期待流星雨。估计每点钟会有150粒的流星。天文局也预告，各地陆续会出现现日的美景。台北忠孝东路，然后桃园的南平路，还有南投的民族路，台中公益路跟大甲的这一个金国路，还有嘉义的民族路。那高雄的青年路啊，陆陆续续从8月开始到年底啊，都会有悬日现象。后半年天顶真闹热，大家提早规划好美丽观测的修理行。